圈圈短的长的短的短的，这些排得非常的稳定。密度，哇，这边粘住了，看起来真是墨太多，铅。均，这就横画就比较方。上个均的弧度好大，这个均的弧度就比较小，看起来写的比较方硬。好，书画写的比较重，还是有点粗细轻重的差距啊。直。开走进来，上紧下松，上面这个饱满，直，腕腕这个槽呢，这里放松哎，突然之间就放松。好，横画尽量靠近一点，保持那个字的密度，密度，就有点弧度哦。隶书经常都有微微的弧度啊，绝对不要被那横平竖直的什么理论给吓死啊！哪来横平竖直？是人写字就不直啊。上面写的扁。待会让那个右斜勾来展现，这边都不想表现，这边也不想表现，表现地方是这个笔画又长又明显，然后上面这里稍微有个点哦，其实它这里应该是一个点呐，但是因为写的有点紧，浮浮。三，感觉写周字的感觉，传那个周啊，走进来，有点弧度，轻的，硬的，有点翘起来，浮，也，这边的这一个也。这一篇的也全部写的都一样，两段，一段，两段，拉长，尽量表现。